随着小猪罗志祥认爱周扬青，天王周杰伦喜获千金，演艺圈的中生代男星一个一个迈入人生的下一阶段，现在似乎连潘帅潘玮柏都有了昏头的征兆。他和知名建设千金杨富宇的绯闻谣传已久，女方近日就被曝在看婚纱，在社群网站关注许多婚纱的牌子，因此就有歌迷揣测是潘嫂婚礼倒数的节奏。现年34岁的潘玮柏曾在受访时表示，希望35岁前可以完成终身大事。眼下距离35岁的生日就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早前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时，被发现绯闻女友杨富宇就坐在台下欣赏，嘉宾蔡依林还当众开起玩笑：“女友有没有来，在哪里？”而且两人也多次穿同款情侣衣，用同款的手机套，甚至还去参加同场结婚典礼。虽然潘帅曾否认恋情，强调对方是从小认识的好朋友，但随后又改口，如果有了就直接生孩子，更提到想在无人岛上办婚礼。从种种的迹象研判，粉丝可要提前做好祝福的准备。耶稣乐讯中心特别报道。